今天来吃各种红色网红水果，我又不傻，能看出来。看你表现这么好，今天就一口吃完。一口，小仙女必须得吃仙女果。小 case 加五分，目测剩下没有一个能一口塞完的，那就吃贵的。挺甜呀、啊，一口了，我吃剩下的。我觉得这个一口我都可以不吃，都给你吃。这是我用心为你准备的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我吃。别烤了，你吃，我吃就我吃，那我就吃一个这个吧，就是从你家摘的，这从土里挖的，从你家土里挖的，嗯，你的帅哥形象真的没有了，看你形象全无，给你加个10分，我吃个糖，这玩意儿一口真吃不了啊，没事，你已经很拼了，加5分吧，那你吃这个金枪鱼鱼腹吧，嗯，这是金枪鱼，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不用客气，爆汁的。拿来吧你，西瓜汁，金枪鱼吃的非常好，加10分。这个我相信我能一口秒，相信错了，笑啥？好笑吗？水分太足了。这个草莓刚刚吃的不错，加100分。连草莓都是爱你们的形状，那给你分两颗爱心吧。这爱心也太酸了吧。苹果。算了，一半别笑。行吧，那给你加个50分。现在这分数越来越夸张了。一口了，没吃完，结束。我这一天天的，我今天就考了多少大分？今天我一个人吗？这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啦。想得挺美，我来了。今天看来是水果局，先来个芒果吧。选到我身上了，加3分。啊，看你能几口吃完。一口啦。两口啦，看来3口是吃不完的。这3口还是没吃完，那就换下一个吧，更好吃。下一个就吃这个火龙果。这个一口吃完加10分，下一个就吃这个南极金枪鱼鱼腹。好嘞，金枪鱼鱼腹，肉质太鲜美了，我天，绝对是刚捞上来的，口口爆汁。很不错，再吃这个我刚从土里挖出来的莲花。你们家土壤不简单。你想不想看天上的星星？想。那我摘下来给你。行吧。哇塞，这么大一颗星星，这个给你吃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水分还挺足嘞。啊、哦，太香了！你今天真是让我喝到饱啊！再来个大蒜瓣吧。让你3口吃完，你偏要1口吃完，给你加5分。这都行。你这样的话，我这个事就没法考了。3个刚好3口。一口一个。你帮我选一个。点到谁就是谁。那我帮你吃一个吧。你想吃就直说。干爹，加25分。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吓我一跳。还干爹，再加15分。别加了，别加了。今天考得非常不好，考试结束，明天继续努力。这还考得不好？那我今天考了多少分？